这个地方坡就是坡节啊，坡节 OK。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你看这个坡环每一个指点都往上震，这个坡环的同时这个坡环就往下震啊，这个往上震，这个往下震，它这样子震荡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弦，那我们会看到一个坡环啊，这种形状 OK。因为我们视觉有暂留的这个有暂留的特性在里面。那么我们也发现呢，坡节啊，这个叫坡节，就是它的振幅为零的地方，始终都为零的地方。那么它的位置呢啊，我们上次导过啊，就是等于这个，等于二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 M 等于0就是这一点， M 等于1就是这一点， M 等于2就是这一点。那么这个振幅最大的地方我们称它叫做坡腹，那么它是四分之一坡长的奇数倍， M 也等于0 1 2 3 0， 的话在这里啊，你看这是0，那是四分之一坡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再过来呢啊，这个地方是 M 等于2，四分之三波长等等啊。那这个每一个波环的长度啊是二分之一波长。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柱波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函数来表示，我们导过啊，导过。那么我们上次已经用过这个边界条件， x 等于0的时候啊， y 0 t 等于0，那它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始终不动，那就是 x 等于 l 的时候啊，它也等于0啊。那么 l 等于 l 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刻它也等于0。那么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呢，这个等于0的话呢，任何时刻都等于0，那这个不一定都这个啊，不是每一个时刻都等于0，那这个也不是0，这个也不是0，那就是这个等于0， K sin KL 等于0、啊、你们书上面啊，你们讲义上面就多了一个 2A 啊，这个 2A 不要，那这 KL 就等于 N 派啊， N 也是一个整数派整数啊。好，于是我们就得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说一个坡要产生这个柱坡的话呢，不是任何一个状况它都能产生，而是要这个坡的坡长是这个两个固定点长度的啊，就是两个固定点的长度是坡长的一半的整数倍，满足这个条件呢才会产生柱坡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哈。好，那么这个条件哈、啊、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哈、啊、我们学坡的时候这个柱坡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哈、啊。好，所以说我们一根弦两端都固定，它在震荡的时候啊，只有某些特定大小的频率，特定大小的频率就是有特定大小的坡长啊，它的坡长就是波长要满足这个关系，弦长等于波长一半的整数倍，这个时候呢才会产生柱坡。这种形态的柱坡我们称它叫做啊 normal mode， 就是典型的一个模式或者一个标准的模式啊。好，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两端都固定的弦，它柱坡啊，它的柱坡所谓 normal mode 正常的模式啊，刚刚讲的那个不是一个式的，它 n 等于1 2 3 4 5 6，一直到无穷大，所以它有无限多个正常的模式啊。我们把这个条件，这就是产生柱坡的条件。好，那么我们现在带到这个这是 frequency 乘波长等于波速，那么弦的传播速声音在不
波在弦里面传播的速度呢是等于根号 S over mu、S 就是张力， mu 就是这根弦每一公尺的质量、是多少公斤，就是叫做质量密度，长度的质量密度。好，那么我们就得、这个 F 呢原来是跟这个 N 有关系，因为它这个波长啊跟 N 有关系哈。好，那么我们把它带到 FN 啊，这个 L 用这个带二 lambda 分之一等于二 L 分之 N 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式子啊。那么一根弦在震荡的时候啊，它频率的正常模式，频率的正常模式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 N 可以等于好多个值哦。0,1,2,3,4,5,6 都可以哦，哈。所以呢，凡是满足这个关系的，这 N 可以 1,2,3,4,5,6 哈。那么这种频率，这一系列的频率，我们称它叫做 harmonic series， 叫做谐音系啊，谐音系。嘿，好，现在我们来看，从最简单的开始看。好，这个两张固定，那么它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啊，这个地方产生一个波环，它是等于二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嘛，一个波环是二分之一波长嘛，所以这一个是啊最基本的啊最基本的，因此我们把 n 等于一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啊，我们就得到 f 一啊 f 一 ok f 一等于什么呢？啊，等于 2L 分之一根号 S over mu 啊，那么这个 F1 呢，这个频率啊，我们称它叫做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就是最基础的一个频率，最基本的一个频率啊。那么它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它叫做 first harmonics，叫做第一谐振波啊，第一谐振波，这个都要记住哈。好，那么我们再看复杂一点啊，两端固定的弦有两个波环产生的时候，那 F2 呢，你就把 N 等于2带进去啊，那这个正好是等于什么呢啊，两倍的 2L 分之一根号 S of mu是等于两倍的 F1， 就是基频的两倍。好，这个 F2 啊，我们就称它叫做第二个谐振波 Second Harmonics， 又称为第一个谐音 First Overton、第一个谐音，这要记住啊，要不然你做题目做不出来啊。有题目告诉你它是第几个谐泛音哈，你就知道它，比如说第一个泛音就相当于第二个谐振波啊。OK， 好，如果有三个波环的话呢，那我们把 N 等于3带进去，这就相当于基频的三倍，那 F3 就成为第三谐振波 Third Harmonics， 那么 Third Harmonics 又成为 Second Overton 啊，以此类推。 OK， 啊，好，那么第四个波环的话呢，那么 F4 就等于啊 N 等于4带进去，等于4倍的 F1， 它称为第四个谐振波，又称为第三个泛音 Third Overton 啊，都是以此类推啊哈。那么因此啊，一个震荡的一个谐音系里面呢，它有无限多个频率，那么这个频率呢，我们都称它叫做自然频率，每一种频率啊，都是它由它的本身的长度啊，跟本身的质量等等所构成的啊，这叫做自然的频率，嘿，自然频率 natural frequencies 啊。好，那么如果我们外界的振动体，你的振动频率
恰恰与这个自然频率里头的一个相同的时候啊，它会使这个弦的那个模式产生振动，这种现象我们称它叫做共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小提琴没有人拉啊，摆在这个教室的一个角落，没有人动它，让它没有声音了。可是在另外一个角落有一个人呢，在拉小提琴，这两把小提琴都已经对好了啊。然后你听这个没有人拉的这把小提琴呢，它会有很小的声音在里面，这个声音就跟拉小提琴的被拉的那把小提琴的声音啊是跟它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那把小提琴在拉的时候呢，有时候它的频率啊跟这个没有拉的小提琴的频率自然频率里头的一个相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频率震荡的这个情况从空气里面传过来，传到这个没有人拉的小提琴的时候呢，因为它的频率跟这个自然频率一样，它就会让这根弦以那个频率在震荡啊，所以它会发出声音来。那么这个叫做共振 resonance 啊 resonance 呢，它是什么东西，只要是有固定形状的东西啊，它都会有 resonance， 都有共振现象。比如说我们一个杯子啊，一个玻璃杯，或者是我们一栋房子，或者是一座桥，你做好了以后，成型了以后，它都有它的频率啊，它有它固有的频率，那就是它的自然频率。如果你外界的震荡跟这个自然频率里头的一种一样的时候啊，那么会使得这个物体啊产生共振啊，共振玻璃杯可能就会，如果震荡的厉害的话会破掉啊。屋子如果遇到地震的频率如果跟这个屋子的自然频率一样的话呢，这个房屋也有倒塌的可能啊。还有桥梁如果遇到一个外力，比如说风吹的力量，如果是一个吊桥啊，风的频率如果跟这个正风的频率如果跟这个桥的自然频率一样的话呢，好，那么这个桥也可能会断。我们等一等有影片给各位看啊，我们先把这张的例题通通做完了啊，我们再来看影片。哎，好，现在我们来看11章第六题啊，一根细弦密度是这么大，弦上波的函数是这个波函数，任意时刻的波函数，时钟长度的单位是公尺， x 的单位用公尺，时间的单位呢用秒，现在要求这根弦上的张力是多少啊？张力是多少？嘿，好，那你现在怎么做这个问题呢？你就想这个张力跟什么有关呢？张力跟什么有关呢？跟它的传播速度有关，对不对？横波的传播速度等于根号张力除以 mu 啊，好，我们就得到张力可以是这个东西啊。好，那么 mu 我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的是 omega 跟 k， 那我们就想办法知道 omega 跟 k 啊。那他现在告诉我们，他这个波函数是这个啊。那 x 前面这个系数就是 k 啊， t 前面的系数就是 omega 啊，所以那我们马上就知道了啊，从这个式子嘛，马上就知道 k 呢等于一个 radian per meter， omega 呢是30个 radians per second，
然后把这个带进去就得到张力了，对不对？好，那么再看第二个例题，一根长是三公尺的细弦两端固定，弦上波的传播速度是每秒100公尺，今天要在弦上产生三个驻波环，它最大的振幅是1公分，问驻波的频率是什么，写出驻波的波函数啊，写出驻波的波函数啊。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驻波的问题了啊，驻波的问题了。那驻波你马上要想到它的函数跟行进波不一样啊，两端固定的弦我们导过呀，它的波函数是什么，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现在他告诉我们产生三个波环，现在要求频率哦，啊，求频率。好，那么我们就想啊，驻波呢，它有一个特别的条件，就是说，啊，你这个波的波长一半的整数倍要等于这根弦的长度。嘿，好，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弦的长度了，对不对？啊 ,N 呢啊，这是1、2、1、2、3都可以啊。好，那么我们现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什么，传播速度，它告诉我们是传播速度，并不是告诉我们 lambda, 那我们就用啊lambda 乘 f 等于 v, 啊，带进去啊，这就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个。于是啊，我们就求助 fn, 啊，驻波的频率，就是 n, 这个是它谐振波了， n 等于1、2、3、4、5、6了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啊，它现在是三个波环，那就是表示 n 等于3了，对不对？ L 已经告诉我们三公尺啊，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就得到频率了。所以驻波的话，你记住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驻波的条件，然后两端固定弦的话，它波函数的式子是怎么样子的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好，那么这个写出驻波的波函数，好，这个是要你写出来啊，那没问题。那我们就讲好，第一个假设它向右传播的是这个样子的行进波，然后它反射回来的是这个啊，合成波，就是这两个相加了啊，因为这个我们求过啊， A 这个 A prime 不能 A prime 等于 A 嘛啊，那么你看，这就是驻波的形状，看到没有？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哈。或者说你不记这个，你就记这个，两个加起来也可以啊。好，那么驻波的函数是这个，这个就是它的振幅啊 ，2a 就是它的振幅啊，它最大的振幅1公分，那就是2a 等于1公分呢、啊。啊，1公分是0.01公尺。那么最大的振幅啊，驻波的好，这个 2A 就是这个，那现在你就把这个 0.01 呢就可以换到这个地方来啊。要求这个波函数，你还要求 K, 求 Omega frequency, 我们知道了 Omega 呢等于 2πF 啊，就是用 F 用 F3 等于这个 K 呢等于 Omega overU over V 哈 ，omega over V, 那么这个波速哈 ，V 等于 K 乘 L 啊 ，K 乘 lambda, 这是一个我们国中就学过，现在你要多学多记一个 ，V 等于 omega over K, 就是说 V 等于 F 乘 lambda 也等于 omega over K, 哎，这要记住。
那么从这里就得到这个，它是等于 pi radius per meter 啊。那么这个球出来，这个球出来，这个球出来，你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就得到这个波函数。嘿，好，我们再看一个例题哈。一根质量密度是 7.47 乘10负3次方 kilogram over m 的细弦，一端固定于振荡器上，另一端跨过滑轮，悬吊一个重量为 W 的砝码，从振荡器到滑轮之间的长度是 7.3 公尺，振荡器的频率是 20Hz， 若要这根弦分别产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环，那么它下面悬的砝码的重量分别是若干啊。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有时候我们做题目啊，啊，它题目没有给我们画图，但是我们自己要把图啊画出来啊。滑轮下面一根弦，下面悬吊一个砝码，这个振荡器。滑轮上面就产生驻波的波环，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我们随便画几个。好，已知什么呢？质量密度，我把它写出来啊。好，长度 7.3 公尺，频率20Hz。哎，好，我们要产生这么多个波环，现在要求什么？求 W 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绳子的张力，对不对？就是张力。好，你要求张力。那么什么式子跟张力有关呢？那我们就想波速啊。啊，波速是等于 S over mu 开根号，然后这是它的频率啊，频率啊，这个要记一下哈，记一下。要求 frequency 的话呢，啊，就 frequency 它已经告诉我们 frequency 嘛，那我们就可以由这个式子啊，把张力导出来，张力就等于这个啊。好，那么现在 n 等于1234哦，那 n 等于1的时候就一个波环嘛。你把这个带进去 ，n 等于一就是4 l 平方 ，f 平方 mu 等于这个640个牛顿。n 等于二的时候呢，w 就等于 s 2啊，那就是二的平方就等于这个的四分之一倍啊。n 等于三的时候就等于这个的九分之一倍啊。n 等于四的时候就16分之一倍啊。啊，这个很简单，对不对？好，就是说你要记得几个关系啊，这几个关系你一定要记起来。嘿，驻波的话，你要记什么？波函数，驻波的函数是什么？啊，构成驻波的条件是什么？啊，驻波会产生自然频率，对不对？它这个谐振的 series 是什么啊？然后还有横波的波数等于根号 s over mu 等等哈，不外乎用这个来做啊。啊，你把这几个用熟了，你做一个题目做完了，不要马上就丢掉哈。你想一想，这个题目应该从哪个地方啊开始做下来？啊，会成为一种啊，就说一个很有头绪的一连串的步骤啊，你要想一想，嘿，啊，你每一题都想一想，然后你就会归纳出一个结果出来啊，那这个就是你的心得嘛，啊，以上讲的是什么呢？是正弦形态的波。正弦，如果有非正弦形态的波的话呢，那我们怎么办呢？啊，那我们有一个理论啊，根据傅立叶定理，
Fourier's theorems 啊，一个任意形态的周期性波形，它也是有周期性的哈、啊，但是它不是正弦形态啊。那么我们可以由啊足够像素的这个 sigma n 等于好多好多像啊，你不一定要取无穷多像，有足够像素的这些啊谐振波，像正弦波、余弦波都一样哈、啊，把它加起来啊合成，这样合成以后，你取里头的某一些像哈、啊，不是所有的像加起来都可以啊，取某些像。合成以后呢，它就会变成啊，我们这个任意形状的一个任意形态的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波形啊。好，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a1an 这个 an 呢，就是这个系数，这个 fn 的时候就是 an 呢 ，fn 就是什么呢？等于啊 f1， 它是一个谐振系列的。F1 F2 F3 F4 吧哈，它是 F1 的 N 倍，就是第 N 个谐振波啊的频率，把它这样加起来啊。那么这个式子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形状，就是说把 2πFNT 把它变成啊，变成这个 nωt 啊， OK nωt， 因为 omega 等于 2πf 啊，那当然这个 f 我们用 f1 的话呢，那这个 fn 我们就是用 n 倍的 f1 啊，这样子 OK。 好，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波是这个样子的，那你现在要看看我们 Fourier theorem 里面我们取哪几项可以构成这样的波形啊，比如说我们先只取六项好了，这是我们只取这六项来看啊，这个前面是这个常数是一，这个二分之一等等哈，二啊是三四，这样子的话，假如我们取这样子的话啊，那么你把每一个这个波都画出来，就像我们这个里头的，然后利用这个波的重叠原理把它加起来呢啊，合成以后啊，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你看变成这样子，这跟我们实际上的波还是有一些差异了，对不对？因为你取的只取六项嘛，还不够嘛啊，你要多取几项啊，多取几项不是随便乱取啊，它你要有办法啊，我们这里先不讲这个怎么取法啊，取足够的话呢，你可以构成这样的一个波形。OK， 好，那么这个就是非不是一个正弦波，我们呢可以用 Fourier theorem 啊取它的像素，足够的像素我们可以合成啊，那个波以后啊你们会用到，目前呢老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就好。现在最后一个例题来看哈，一条长是 L， 质量为 M， 密度均匀的绳子垂直悬吊于天花板下啊，我们把这个画出来，这个天花板，这是绳子哈，这是绳子 OK。 好，现在我们要求横坡在巨绳下端 y 公尺高处的速率，横坡比如说我们有个横坡从这个地方传上去啊，这条绳子往这里传，在 y 公尺的地方，这个地方的速率是多少，那证明速率等于根号 gy， 横坡穿过整条绳子的时间是证明等于2根号 l over g 啊。好，首先我们就你现在怎么样去做呢，那你求 y 公尺高的这个地方的坡的速率，对不对，我们就把坡的速率写出来，看到没有，这个我说过你要记住哈。好，然后呢
因为这个张力啊，绳子是垂直悬吊下来，它又有质量，所以张力呢，每一个地方的张力都不一样，张力是位置的函数，可是它的密度啊，质量密度呢是均匀的，都是全部的质量被总长度来除啊，是等于这个，哎，这个就等于公斤啊，多少公斤 per meters 啊。好，我们现在就从绳的下端当做 y 等于0啊，上去 y 公尺的地方啊，我们取一段 dy，OK，dy 我是画的这么长了，其实 dy 是一点点，就是一个点了啊。我们要求这个地方的张力，因为我们现在要求什么 y 公尺高处的速率，这个速率跟这个地方的张力一样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取一段长度基数 dy 啊，那 dy 呢，这一段长度啊 ,dy 其实就是一个点啊，我们把它放大了变成 dy。好，那么这个 dy 呢，在这个地方它的张力是等于什么呢啊，这个张力呢啊，这个张力它就是等于啊，不 ,dy, 这个画的有点瑕疵。因为 dy 哈，这个 y 应该下来一点啊，在这里 dy 是这个 ,dy 是这个，这个是张力啊， dy 应该是画在这里啊。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质量，就这其实是一个点啊，它受两个力，一个力就是下面这一段绳子拉它啊，下面这一段绳子的重量是 W，然后就是上面这一段绳子给它的张力 S， 嘿，好，利用这个平衡的第一条件 S 减 W 等于0，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得 S 等于 W 是 Y 公尺高的这一段，我这个画坏了哈，这个应该在这里，嘿，应该在这里 ,DY 应该挪到这个地方来啊，所以它等于 New乘上 y， 因为 mu 是每公尺多少公斤呢，再乘上 g 就是 mg 啊。啊，好，那么我们再把 mu 等于这个带进来，这是张力。啊，有了张力以后呢，我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啊，这个带进去就得根号 gy， 跟这个一样。嘿，啊，你回去又把这个重画一遍哈。再看，现在要问波要传整个绳子的长度的时候要多少时间，那我们就先看这个波穿过长度基数 dy 的时间是多少。哎， dy 就是很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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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其实跟位置有关，位置不同速度就不同，但是对 dy 来说啊，因为 dy 实在短得不得了啊，它 approaches zero， 所以在这个长度里头它的速率呢，我马马虎虎可以当作是一个定值，就是它的改变不显著了，我们就用这个啊。好，那么 v 呢，我们刚刚求出来的是等于这个，对不对，带进去。好，它经过 dy 的时间是 dt，那么经过整个长度的这个时间呢，那就是 dt 的积分呢，就等于这个积分呢，啊，这个积分就是2根号 l over g， 这是你们的一个习题了哈。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要看几个影片了哈。会讲义上没有，看看那个讲义上面，我会把它登到这个网络大学里面去 ，OK？ 好，我们说这个。两端固定的弦它有自然的频率，对不对啊，其实任何固定形状的物体都有自然频率啊。我刚刚说过了，杯子也有自然频率了，房子盖好也有自然频率了，桥梁也有自然频率。那今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比如说茶杯。
查得有自然频率了。那么一个男高音就是他的声音频率很高，然后呢他的中气很足啊，就是他出来的 power 很大啊。他唱歌的时候，如果一个频率跟杯子的频率，杯子的一个自然频率一样的时候产生共振啊，这个杯子震荡的很厉害的时候就会破碎啊啊。桥梁也是一样啊，很出名的一个吊桥，它因为受当地的一种风吹的关系啊，啊，那风的这个频率跟吊桥的自然频率有一个自然频率相很接近，所以这个吊桥就开始共振啊。啊，第二个我们看男高音震碎玻璃杯啊。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影片。As you can see, this bridge was exceptionally long and narrow, over half a mile long. 这个长有2800英尺，38英尺宽，啊。好，这是在建这个吊桥的时候。好，这个吊桥好了，那天通车典礼。好，那么在1940年11月7号早上10点的时候，这个桥受风吹开始震荡，你看它扭动，你看到没有？工程师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走在这个中线上面，看到没有？那里震荡的最不显著。震荡的好厉害。The car had been abandoned earlier. No one was injured in the whole affair. However, a small dog in the car was frightened and was afraid to come out, and he perished along with the bridge. 到11点10分的时候，这个桥就崩溃了啊！啊，掉下来，坏掉了。1个钟头10分钟，震荡1个钟头10分钟，好吧，我们就再看另外一个。现在我们看男高音，当他的频率跟玻璃杯的频率，玻璃杯的一个自然频率啊相同的时候，它会让这个玻璃杯产生共振。啊，如果这个人的，如果他的 power 功率够大的话呢，这玻璃杯会震碎了。我们现在看这个。人的声音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来自美国的歌唱家。这个老兄拼命喊也不会破。在湖南岳阳军政岛大展狮吼功，用高达100吨以上的咏叹调，连续震破3个钢架玻璃杯。根据杰米·温德拉和10余名中国民间大嗓门一起在湖南省岳阳军山岛一展身喉，经过1个多小时的比拼后，
包括中国吼王李学东和声音频率高达1200赫兹的于大维塔斯、郑海燕在内的其他选手均挑战失败。2005年，在美国的某档节目中，杰米·温德拉就用自己的声音击碎了一个玻璃酒杯，首次证明个人声音能击碎玻璃书法的正确性。那么，今天他能否再次佐证这个书法的正确性？杰米对于这个玻璃杯的破碎有点意外，他在现场表示自己只是在试声。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也为了挑战自我，杰米决定继续挑战。随后，他再次用高音将另一个玻璃杯震碎。震破杯子，它也是一门科学，它并不是谁的声音更大。但是我感觉这个美国人专业，他不是偶然，因为他练过，我真的是没练过。杰米在挑战第三个玻璃杯时遇到了困难，他在连续挑战几个杯子失败后，才震破第三个玻璃杯。挑战结束后，杰米显得异常的兴奋。他直言，这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过的梦幻结果。对于为何，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个女高音震碎玻璃杯。好拽啊！不破，没有破，生气了，跟他拼了。这个不是玻璃的酒瓶，所以他震不破。好，我们现在再看这个。